大家睇到呢隻狗狗嘅体型，其实已经属于超重狗隻，因为摸到狗狗身体比较厚大同埋有大肚腩。过分肥胖会引致狗狗有好多健康上嘅问题，就好似一个肥胖嘅人会因为身体重量太重而造成一啲关节问题，例如膝关节、髋关节。大型品种嘅狗隻就更加会容易有呢啲毛病啦。另外，过多脂肪积聚会影响到心脏供血困难，继而引起血循环系统出现问题，咁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内脏器官嘅。至于细狗较常有嘅呼吸问题，因为脂肪压迫而气管下陷造成。肥胖嘅原因大多数都系因为主人中意喂食唔同嘅食物同埋零食，亦因为咁，肥胖嘅狗只亦都会有机会患上唔同程度嘅皮肤病噶。